因为帅哥美女好到医师团。现代人常觉得看完医师就没事了，没想到这想法竟是大错特错。今天医师就要告诉你，疏忽了这些事，当心会让病情更严重哦。今天也邀请到三位艺人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哦。我们常常讲，人总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等到病痛发作的才愿意找医师。对了，当然等病痛发作才会找医师，不然没事找医师。但是治疗好了之后要不要放任自己，觉得自己好了，你更应该要保健，要有这个医疗常识。不要以为看完医师的把你治好了什么都没事了，康复之后要注意了哪些事呢？免得让你又再次住院了。来，我们看看，开刀完就没事吗？治疗还有保护期的。哎，那我们的病菌一般来讲就是5年有效哈。那5年之后，如果以不能讲完全没有效，但是效力是逐渐下降。那以前我们的病菌20-30年前都是那种不含铜的、不含药品的哈。以前病菌，以前有那种远远的那种叫做 ring， 台湾话叫做令骨了哈。我曾经碰过一个病人，他装了大概15年左右，他一直就是觉得老是肚子痛。那这中间他曾经也找过医生说他的病菌跑去哪里啊？医生一直找不到，后来就又帮他装了第二个病菌进去啊。那有时候也是为了定位，发现说没有啊，就找不到。那结果那当时就是说，不然这个病菌就暂时这样用了，因为他一直找不到原来的跑去哪里。那很多时候也有病人是那个月经来大量出血的时候，跟那个病菌一起冲掉，嘿，也是有的。那因为冲掉的时候常常就是跟那个血块跟那个卫生棉一起包住，它有重量，他并不知道，它有重量，很小很小，可能一两，会不会像戒指？应该没那么重。你不要以为是99纯金的，塑胶的，塑胶完了，给谁看呢？对，很容易就会。对，很轻很轻，所以很多人想说，怎么可能掉出来？你不会知道。我说他如果跟血块一起的话，你就真的不会知道。不知道。那结果呢？他又过了几年，还是觉得肚子痛，又找了一个医生。那医生跟他说，我很像看到照 X 光嘛，看到子宫壁上面有一个东西哦，我认为应该是病区在那里。那医生就做腹腔镜啊，就发现说，果然有一段在突到子宫外面处，就把它拉掉。然后跟他说，可是这不完整哦，这个病区不完整，你那个是圆的，可是这个看起来只有3/4圈左右，不到一圈。那另外那一边？另外不找不到啊。那又跟他说，那还是我已经帮你解决了一部分的问题哦，那剩下我也找不到了。那又过了几年呢，他第一次跑来找我的时候，就跟我讲这一堆故事给我听嘛。那我就说还是一样，照个 X 光嘛哈，重点是那种材质哦 ，X 光显像也不太清楚，它只剩了很小一段。那结果呢？我说啊，还是老方法，子宫内没有嘛，我就用腹腔镜先看嘛，哈，开小洞先看，真的找不到。我说可是哈，很怪的是，我刚好用那个东西去敲敲打打，到处敲看看，你知道，在左边的输尿管附近敲到一个有点叩叩叩的声音，你知道吗？我就怀疑啊，这里没有骨头啊。就在离开以后再还是有一点感觉，我说要不要就是说这个我们把它打开。那术前他有授权我说，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可以打开肚子看，因为我真的左下腹痛已经很久了，那位置刚好跟他讲的位置是一样。后来就打开一看，不得了，居然能够跑到输尿管的侧面去，他就躲到输尿管侧面去。那我就跟他说，这个非常罕见，非常非常少见呐、啊。所以后来我也把它写成医学论文，放在那个国际杂志上面，说，怎么会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哈？因为一般穿孔是并不少见，那很多穿孔是为什么？就是说，产后立刻装，或者是流产后立刻装，子宫是比较软的。还有一种是比方说性行为比较激烈。比较容易把它碰撞。我们有些人装避孕器那个避孕器会那个线会露出，有一个线要让我们以后肉线要拉出来，要拉掉的时候用的嘛。那如果你医生把它留得很长的话有时候他不小心伸手去摸就把它拉出来了，所以有的医生就留短短的。可如果你留短短的，留了差不多刚好0.5公分左右露出来的话，老公常常遇刺，你知道吗？不舒服了。他说：“奇怪，你里面好像有牙齿还是什么东西？”结果我就跟他说：“不是假的，你老公不是讲假的，是真的预测哦，真的预测。”结果我就说：“我一看是真的露出来。”我就说：“那这个时候你就剩这么大，我只有把它剪掉，让它完全不露出来。但完全不露出来，就是说以后寻找就要打开看了，看这个东西。那所以医生处理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流程。”你装完避孕器以后，下个月就叫你月经后来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跑掉哈，看你有没有感染或怎么样。对对对，或者是被
这大水冲掉了，就是精血一起把它冲掉。那接下来就是说，请你每年来看一次，一年看一次，刚好是跟某片一起嘛，某片检查刚好一起。就是每一年必须要检查一次，看看它现在不在那里。那如果不在的话，医生就会打开子宫颈看里面在那里，再没有就超音波照看看有没有。啊，像他是后来有发现说，哎，一直痛，一直痛。那一位刚才那个病人，他就是放太久了哈，就这样，当然这样解决他问题啦。可是我也碰过这样的病人，比方说他二十几岁装避孕器，因为以前很早生的，装了40年。跑来找我，已经70岁了。他跟我说：“医生，我这个想要把避孕器拿掉。”我说：“你怎么现在说想拿掉呢？现在已经那个子宫颈全部都闭了，你已经停经了快20年了，很难拿。”他说：“医生，可是人家说放在里面危险了。”我说：“没关系啊，都已经70岁了，不要拿了啦。”他说：“不是要拿？”我说：“要拿要麻醉一下拿，因为已经找不到线啊，从里面子宫颈里面找也没有线啊，都没有线头啊，就这样的话弄不到，必须到开刀房去拿。”他说：“那这样不是要麻醉很危险？”我说：“不能说很危险，但是风险总是高一点点吧。那你70岁，我说这样的，你觉得说里面是有黄金或者钻石做的话，我们这时候就拿出来。那或者说你决定留给你子孙以后捡骨的时候可再拿。”这也是这意思。其实这个东西到底它在我们妇科的子宫里面是对我们人体身上它是一个慢性发炎状态，它产生一个慢性发炎状态。所以在你的认知就是它已经70岁，但它一直都没有打扰到它的不舒服。对对 对, 对，所以你觉得可以跟他合理相处？其实可以的，因为都已经这个年龄了，他还要进行开刀房麻醉哈之下，很多医生会权衡之下说，那你一定要这样做嘛，因为你毫无症状啊，因为他都没有任何不舒服。一般我们都会在建议在停经后一年内就可以拿掉了啦，就是基于最后这月经一年就可以拿掉，这时候还比较好拿了。我有个朋友呢，就是他呢从来也不去管他。10几年哦，超过10几年。然后呢，是前一阵子我跟他讲说，哎，我想要去做，我每一年都一定有时间做妇科检查。我说没人陪我去，你陪我去好了。他说啊，陪你去哦，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抹片检查。我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已经上了年纪的妇女不做抹片检查的吗？他说没有不舒服，干嘛要抹片检查？所以他们有些人的观念并不觉得是这样子。那我就带他叫他去，然后他。一上去呢，他就很自然就跟的医生说：“不好意思，医生，你可以顺便帮我看一下我的避孕器还在里面吗？”十几年后哦，好了，那个医生就很认真的说：“好，我帮你找看看，用那种机器撑开它，他有看到它，但他拿不出来，拿不出来，为什么？他已经陷入他的肉层，他的肉已经包覆他的这个，肉会长过去，他会长出来嘛，他就包着他。我还是跟他讲说，我是医生，原则上是不要，我们不要硬拿，就是可以那个。他说这我没有办法哦，这一般门诊做不到，他可能要进开刀房，对，就麻醉下去，对，所以他变成要进开刀房，全身麻醉。然后才把它取出来。避孕器的里面还有一条线，那个线哦，有时候太久以后一拉就脱落了，脱落以后医生还要去夹。如果真的夹不出来，就像你讲的，现在那个肌肉层里面的话，就有一部分没办法这样，就必须进开刀。那现在避孕技术有没有进步啊？现在台湾比较常见的是一种叫避孕器上面带的避孕药，叫做子宫内投药系统。那子宫投药系统用在避孕，可是也用在治疗那个月经过多，或者是子宫肌腺症、子宫肌瘤，让它减缓症状。对，那可是它一样的，它也是只有5年的效期，甚至有些时候对于经痛厉害或者是月经量过多的这个诊用来治，等于用来治疗，不是用来避孕的话，有些病人告诉我说效期没有到5年，有时候3、4年就效果变差了。我说这时候你就可以考虑再换一个新的了，因为你觉得那个药效已经。不够的嘛，因为它是每天释放一点点的，那上面的避孕药是每天释放一点，它是一个专利的设计，它不是靠那个避孕器而已。像我们癌症的病人哦，因为很多癌症病人他可能级别比较后面哦，你看得到你会知道，各有很多在一个要放一个除了叫人工血管的东西，就是以后你打化疗就可以从这边打，就直接在那边。对，因为它好处是因为人工血管的它一个圆座在这边，可是它有个管子是进到最大的血管里面的，所以你的化疗药物打进去的时候不会刺激到血管。人家都问我们说，那我这个人工血管摆进去，我化疗打完了，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把人工血管拔掉？对，其实有两个都对了，一个就是比如说你这只是比较轻微，有的人是他化疗打完他马上就拔掉，因为人工血管虽然在这边，它不大会影响你的生活习惯，可是你在手举高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卡卡的，不舒服，不能做运动，对，就是运动不能太剧烈嘛，所以我们还是会建议你说化疗打完，如果没什么必要就把它拔掉，或者是说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你可能比较严重一点点，当你过了你最容易复发的时间，比如说3年之后，你化疗打完又过了3年，基本上会复发的几率就很低了，我们。就会建议你把它拔掉。可是我补充一下，我自己也有病人，也是最近一直在门诊，老是碰到说，医生，我打完了，拿掉好不好？我说为什么这么急着拿？他说不舒服啊。我说问题是
坦白跟你讲，你这个复发率有一定的比例，我想要不要稍微缓一下？他说多久？我说我们先观察一年再说嘛，你不要这么急。很多人都真的很急的想拿掉，他一直不知道说，其实医生心中担心的是他的复发率。对，那有些复发率很高的，我们心中已经早就知道了，早知道这个不好，但是又不好跟他讲太明白。他家人也是不好，就跟他说，其实你这复发率很高。但是还是要跟你们医生说，其实人工血管在病人的身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对，我要讲一个例子是，那个病人反而非常喜欢那个人工血管。他放了，对，那个病人他已经到第八年哦，他还是不愿意把它拔掉，他还是有拔掉。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说好方便，因为他在中间也曾经发烧，因为肺不敢去住过院，他每次从这边直接打点滴，超方便。他说他不管干嘛去医院看等级都不用再挨一针，就直接从这边打就好。他觉得非常非常方便，一直到第十二年哦，他还是每两三个月来冲一次人工血管。我叫他拔，这样子是不对的，对不对？其实很多人都这样子，他就跟他共，他觉得他非常习惯，他觉得他拿掉反而没安全感。可是慢慢就萎缩，他哎不会，就是他动都还好，其实那个不大。剧烈运动就是你剧烈运动不行，人工血管都七老八十，他本来就没有剧烈运动，是不用换的吗？没有，就是一般来讲，如果你摆在身上，你可能三个月啊，或是六个月要来冲一下。那个病人就是这样子，他可能会阻塞，对不对？对，主要怕他阻塞，他就是三个月来冲的时候，他来我门诊啊，就要冲。我照例我都问他说，哎，阿嬷，这是要不要拔掉了？他说不用，还是放着，很好，完全没有任何不舒服。我就帮他冲嘛，就一冲完全打不进去。就卡到，然后就赶快给他照 X 光，因为有可能是塞住。我想说，哎，最好是塞住，就顺理成章跟他讲说，你看这也没有用了，要拔掉了。他不是哦，就一照，那个人工血管前面整个脱落掉，断掉了，管子断，而且那个管子已经有一半卡在心脏里面。但是阿嬷完全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完全没有。可是没有办法，你这个摆在这边，我还是怕你会心律不整啊，所以那时候还是请放射科，就自费了好几万，哎，那个钩子进去里面去把那个钩出来。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常常我讲的那个导管，好，导管就是一些那种支撑的管子，就是我们叫做 stand 啊，就是所有在医学里面只要把狭窄的地方撑开的东西，我们都叫做支架。像心脏支架，其实肝脏里面也有所谓的肝内导管的支架。什么是病人会摆这个东西？就是今天有那个胆管结石，你结石之后胆道炎的话，如果我们帮你把那个胆道石头清干净之后，如果我们觉得里面还是很脏，我们说就会放个支架。放个支架的目的只是让你流得顺一点点，因为我们觉得对，我们觉得你有还是有危险嘛，所以帮你放个导管。这个病人就这样，他才40几岁哦，他就这样子，他就因为胆管炎来我们医院，我们就帮他做了一个内视镜去取石嘛。啊，取完之后觉得他胆管里面的石头真的太多，我们可能取不干净，那我们就给他放个导管放在那边。但是我们跟他讲说，哎，放完之后他很舒服哦，稍微就退了，后来就出院。那出院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讲说啊，这个可能3个礼拜之后要请你回来把这个导管拿掉，因为这个导管放在里面大概是放3周了，放3周可能就会阻塞啊或者怎么样。结果他变得很奇怪，3周之后他就没有回诊，就过了2个月之后他就被送来急诊室，发高烧还意识不清哦。那我们做电脑断层一照。那时候因为那个急诊室医生不知道他要放导管，那也没那个，就做了一个电脑断层一照，哎，怎么看有个亮亮的管子在那边？然后我们外科就下去看嘛，他以为很奇怪，怎么有个亮亮的管在那边？然后我们一看那个病例，讲说啊，对，他之前放导管，而且他是我的病人。后来他就是我们就说，那就是导管塞住在那边嘛，整个阻塞嘛。后来我们请内科去把导管拉掉之后，有没有打完很强的抗生素，大概2天之后他就醒了。我就问他说，哎，你很奇怪呢，那时候我们跟你讲说放这个管子，你怎么没有叫你回来拿？你怎么没有回来拿？他说他觉得放得很舒服。因为他之前胆管从来没有流这么舒服，他常常都觉得怪怪，你知道吗？他放了这个管之后，他就觉得很舒服，他就觉得在这摆在那边啊。可是他不晓得那个导管是要换的。我们也来分享一个胆管支架的案例哈，这是一个50岁的男性，然后他本身很爱喝酒，喝酒喝到慢性胰脏炎，整个都萎缩。那这一次呢，其实他也是慢性胰脏炎，他的胆在靠近胰脏头的地方整个肿起来，肿起来呢，他就开始压迫到附近的胆道。那这一次他其实不仅胰脏发炎，他连胆管他整个全部的指数都非常的高。团队会议之后我们就帮他放了一个胆管的支架，放了之后其实他等整个人一样，跟江医师这个病人一样，整个人就开始清楚了，烧也退了，人就好了，就回去。那回去其实我们一样也提醒他，这个胆管支架不能放太久，因为它是一个暂时性去撑开你胆管的支架。那它本身的材质是塑胶的，它管径其实非常的细，其实才3毫米，就3公里而已，所以胆汁又很粘稠，它会很容易塞住。那这个病人他回去之后，我们下次再看到他也是从急诊再上来。那急诊上来他就直接到加护病房去了，为什么？因为加护病房已经诊断出他是严重的败血症，他整个人全身上下都是 OK， 凝血功能异常，然后血压一直拉不上来。那经过了大概2-3天的急救之后，那其实人还是最后还是走了。其实我们现在还有新的器材叫金属的支架，那不过这是用在比较末期的病人，就是说他一放进去之后，他可以放了1年以上。那
一年以上，通常我们是对于末期，就是他也许我们预期他的生命不超过一年。那这些东西呢，他塞住的几率又低，因为他清楚的弹力非常的好，支撑力非常的好。像这种永久性的支架，就是放在像苏医师讲的，这个我们预期他的生命可能剩下几个月而已，我们就放这个就好了，超过他的。对啊，因为你就不用他这么难过，一直去换一些东西。还有一些是永久的，因为像人是先天胆道闭锁。它可能又不是闭锁很厉害，可是我们知道它这个闭锁是永远都不会好的。那我们放了支架，就会选择放那种金属的。就是它真的塞住的时候再进去换，就不用说什么两三周进去换一次，谁受得了？两三周做一次胃镜，太痛苦了。我这边就有一个案例啊，他其实吼，他本身也是有三高的那个是三高的病人。那他三条血管其实都就是心脏的三条冠状动脉都不好，其实塞住任何一条就叫心肌梗塞。所以其实他到最后三条的血管都做了支架这样子。那其实这个先生就觉得，做了支架之后我血管都通了，我大概就好了。所以他后来几乎回诊就是有一次没一次的这样子，他药物也就没有按时的服用。那这个心脏支架刚好提到，其实它的保护期长短是取决在你的生活习惯，因为它支架放进去它就不拿出来了，它的材质就是金属的支架这样子。所以你毕竟对血管你冠状动脉会阻塞，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沉积的斑块，或者是它形成血栓，所以原则上你还是需要服用抗血小板的药物去防止这些血栓的形成。所以一旦你放了支架，你如果没有按时吃药，就像这个先生几乎都不太回诊，药物也没有按时使用的话，那个其实还是有可能会再阻塞。所以你有可能先放一支，过得过又多放一支，因为生活习惯没有改好。对，所以这个人他就是这样，后来他开始觉得。一年后，他开始又出现胸闷的情形，他吓到了，他就回诊回心脏科。那心脏科说，那这个可能又在狭窄，所以我们再可能要再帮你做一次心导管，因为那支架可以再加支架进去。还没到做检查的那一天，他就猝死到医院了。对，那所以后来虽然帮他急救有恢复，可是他太太就说了，那其实三条血管，医师你不是说都放支架都通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状况？其实就是平常都没有好好的保养。我们痔疮其实是分零、一、二、三、四度哈，所以最轻微是零，但只有刚出生的婴儿是零。你用了十几年之后，只要是成年人，大家都会有一度的痔疮，它不见得有症状，但是你在做大肠镜的时候或做检查的时候，我们会打说你有一个一度痔疮的状况。那到了二、三、四度的时候，症状就开始越来越明显了，可能就会真的需要就医或者是做处理跟治疗了。所以我们都会说，如果你处理治疗之后，你好好的保养的话，至少它应该可以撑个15到20年左右。原因就是因为你15到20年左右，因为老化的关系，它可能会因为这身体上面组织松弛的关系再回来找你。但是先决条件是一定要保持很好的排便习惯，然后如果有个运动习惯，让局部的循环能够增加的话，就会越降低以后要回来重新处理或再就医的机会。那我们有个60几岁的女性病患，她就是那种虽然是生机饮食或者是自然派的提倡者，可是她不吃正常的蔬果，她有自己的一套草药的治疗方式。所以她那个时候也是因为一个脱垂的痔疮来治疗，那治疗了以后她就是不吃蔬果了。你告诉她说你正常的就是蔬果2:1的方式摄取什么，她听不下去，她就是要喝自己的那个青草茶就对了。所以一直还是有便秘的问题啊，所以反复了开刀之后，她就会来怪医生说，你怎么没有开好，我觉得我这个便秘问题没有改善，我肛门还是会痛啊，然后增生一些疤痕的问题。他就会觉得说，怎么你自己说那个保护期有15、20年，怎么那么快就复发了？其实那不见得是痔疮复发，他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跟生活习惯非常有关系。那像我老公，是我老公不是我，我老公出了严重车祸的时候，他的脚掌通常是会这样子折，所以那个神经不会断，可是他的脚盘刚好是踩着刹车，他变这样折，所以神经是全断开来的。所以医师在开刀的时候，是骨头先把它有上钢钉，把它固定住之后，神经只能把它放回去，就拨回去，就看自己怎么去。就神经没有连线，就听天由命，它连线就连线，因为神经太多太细了，所以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在开刀完的时候，医师的评估说，可能复原之后还是会不良于行或者是什么，就看你的机运好不好这样子。可是我前几天我想说，这好像最近就是天气在变化，它开始痛了，我就问他说，我记得你有打钢钉对不对？因为那么严重，应该有钉子在里面。他说有啊有啊有啊。我说医生说要拿出来吗？他说好像是要拿啦，可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拿，因为因为自己也开过刀，我知道开刀当下我们被麻醉之后出来就是在恢复室，那醒来之后医生说什么都是家人讲的给我们听，所以自己如果没有回门诊的话，其实没有很正确的到医生的直接指示说你要哪时候回来。所以我刚听完之后，我觉得好像多久了？快要
要拿五年的，大概是大概五年还好，低呢。五年其实算蛮久的，因为一般骨折，不是你刚刚讲五年都保护期吗？对 啊，没有，它每个东西不一样。其他外科系的，因为我们骨科来讲，最常使用的就是很多的钢钉、钢板这些所谓的内固定系统。袁振嘉先生那时候可能是一个开放性骨折，那有神经血管的受损，其实算蛮严重的。对，一开始可能我们会先用外固定，然后先让软组织先修复好，都再把它换成内固定。那一般骨折，骨头愈合通常是抓3个月。好，那钢板会建议拆掉，我们通常会看材质啊。如果说是因为健保的不锈钢的钢板，我记得是自费那种，花了很多钱。有没有比较？如果是有自费的话，通常它是用所谓的钛合金的材质，钛合金通常是跟人体不会排斥。但是如果是在你比较相对年纪轻的病人，我们还是会建议他拿掉，因为他毕竟不是身体的东西。那多久拿呢？一般会建议一年以后。如果说骨头都长好了，五周年拿掉，所以还好。如果说5年的话，太久，这个会有个问题，一个病人他。不是在我们医院开刀的，他在其他医院开刀的，脚踝骨折，然后他就住院了，住院要来把钢板拿掉，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要拿掉，他觉得这个脚踝这边他觉得穿鞋子不舒服，哦，可以理解。他说那你什么时候开的？小时候，那时候车祸，还更惨。我当下就觉得说，这台刀看起来很简单，只是拔个钢板钢钉而已，但是我觉得进去应该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为什么？因为那些钢板的螺孔。可能因为你久了之后骨头会自己长进去，所以可能会陷在那个结合，就像那个树，你会盘到水泥里面去。对，它会跟着等于说把它视为真的自己人体的一部分。对，所以人体的骨头也会跟着长到那些本来应该是可能是螺丝起子啊，或者是一些拆卸工具要进去的那个孔，它会把它塞满，它那个工具是进不去的，我们还必须先把骨头敲掉。那更有可能是钢筋拔不出来，因为可能会滑牙，然后有可能工具不合。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假设真的比较久了，那有想要把它拆掉，可能先回去原本开刀的医院，因为他那边才有资料说到底是用了哪一家的钢板，因为每一家设计会稍微有点不一样。好，我会。所以可能还是要先回去检查。我现在讲到我都不知道我当时是怎样了，因为我先说我的状况好了。正常都跟你一样，都不知道。对，我现在不知道我是自费还是没自费，我里面到底放什么材质，我都不知道。都不知道。我这边膝盖这边开了一个刀，那是10年前。怎么越来越久啊？一个比一个久。打篮球。打篮球，然后我把前十韧带打断，跟半月软骨破。那就去照 X 光，然后 X 光照不出东西来。那年轻的时候因为复原能力很强，所以我想说，那既然照不出东西，我应该隔天就会也没那么痛了，我就没有再继续追踪下去。所以就，那半年中我又继续打球，但那半年继续打球就一直膝盖就一直扭，一直做这个180度这样翻转，然后就让我这边一直很痛，然后我才觉得好像不对。那后来才安排了核磁共振，才照出说刚刚这些问题。那开完刀那个时候是先休了2个礼拜，然后后来装了一个就是固定支架，因为不要让我伸直。我因为就太好动，我就盯不住那个休养的2个月，所以当我一觉得说，我脚好像已经不会痛了，我就把它拆了，就开始去打球了。然后我也完全没做复健，大概1年多前又扭了一次，但这10年中间都没有再扭过。那1年多前又扭了一次，我才发现说，它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完全复原，而且对，就是我现在还偶尔会觉得它不舒服。天气变会痛吗？会，我这样动它都会噼里啪啦的，就是会有感觉。那你有没有放东西？你不知道？医生说有。医生说有，不是我印象中，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印象很模糊，就是医生说我说里面有骨钉。帮你接了人工，那个时候韧带好像也是用人工什么材质去，对，然后钉子也说这个没关系，你到时候会自行吸收。但我就不知道，我现在10年了，那时候又年轻，我不知道那时候是在我还在恍惚的状况下听的，还是妈妈转达了，还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所以他到底是什么？最好回到妈妈身上来。真的吗？真的。那你有没有去重建它的话，有几种方式？就不知道您当初是拿自己的髌骨韧带，还是说取可能是小腿的一些韧带去做重建？但是通常是主要是说重建完之后，它那个螺丝钉，而且你已经用是可吸收的，它生物可吸收式的那个螺丝钉是就是自费嘛？那是不用担心说，我就不记得我忘记了。那如果又是健保，它就是需要拿掉的。像你刚刚说钛合金不会换，它走海关不会哔哔叫吗？钛合金理论上是不太会，但是
看机器，有些国家机会我们会开证明，跟他说我身上有金属。对，通常那个病人都要带一个证明，尤其是进美国关的时候，你必须要出示一个证明。所以没有开那张证明，应该是可以吸收的。不是，你现在不用管，你要去赶快照一下。人家是求证，所以就特别去检查说有没有这种那个男女的这个差异。我曾经有这样分析过，就是说女生通常医生讲过说她为什么不记得，是因为她一直一个是惊吓，一个是一直在想说在想下一个问题。医生在回答的时候，她正在想下一个问题，你知道吗？所以她就变成没有听到医生讲过。那男生是漫不经心，这么讲吗？好像这健康不像女生那么照顾人家，不那么热心，积极在那照顾。对啊，今天冯先生还是他。帮老公问的还不是他自己的，你今天要到你答案了吗？我去看医生，还是我跟他一起去。有这种漫不经心的男生，我就最近也遇到一个，然后他是一个大概四十几岁的男性，他来我的门诊，然后他就说他会最近比较容易头晕不舒服，他就很怕自己会不会是长脑癌啊或什么的，他就想要检查脑部，但是我们就是。详细的问诊之后，他就问到说，他其实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曾经因为就是他有一个心脏的方面的疾病，叫做病窦症候群，就是说他的心脏会有时候跳得很慢，或者甚至不跳，所以他那二十几岁的时候，他有那个医生帮他装那个心脏节律器。他更久哦，他那我看我已经四十出头了，所以已经十几年过去了。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这个方面有没有在定期的回去追踪？他就说没有啊，不就是他就是电池就在这里，他就会就我心脏不跳，他就会帮我跳啊。我就说你知道那个心脏电池是有保护器的吗？你不知道这件事，你应该也看过钢铁人吧？那个心脏是要换的，要换的。然后他就说，他说啊要换，他就说我对我说基本上这种心脏节律器啊，就是大概每半年到一年就要回去让医生检测一下你的电力。那它基本上里面用的是锂电池，所以大概5到10年要换。所以果不其然，他那时候头晕并不是因为脑袋里面长什么东西，是因为他那时候那个心脏已经没那个电池已经没电了，所以其实很危险的。我就说，如果你这个再继续下去，有时候你心脏自己不跳，你这个又没电，那个会昏倒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如果装心脏节律器的朋友，真的是就是要记得这件事情。像我们其实有一些有时候家里会去看换三管的，就鼻胃管、尿管跟气切管，这个也是要换的、哦。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要换嘛。可是有时候有一些照顾品质比较不好的养护中心，或者是不合法的，他真的有时候会没换。然后我们之前遇到过一个，他就是来然后肺炎，他说放了一个鼻胃管，然后那时候灌药就很难灌，我们就问他说你这个鼻胃管多久没有换了？但是家属也不知道，因为家属都送他去养护中心了嘛，我们就打给养护中心，然后养护中心就说他那边住半年没有换过，非常的夸张。然后那时候我们要把它拔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拔不太出来了，就很用力的拔出来，前三都已经变黑的。所以其实这种鼻胃管，你就是一般材质的两个礼拜要换一次。如果是 silicone 的，就是一个月换一次。对，一个月就要换一次。其实这个都在医院的时候，医生都有告知，对，告知我们这些病人的家属，告知我们说这个鼻胃管多久要换一次。对，然后呢？比如说你气切，或者是你在，比如说你每一天可能要抽痰，这些所有的东西其实大部分都要自付。对，那他就会告知，然后你就会懂，你就会跟你照顾他的外劳，就是你必须要，因为有时候不是我们自己动手做的，然后日期也不是我们在记的，所以我后来就会跟家里面的外劳就讲好，就是我们就另一张条子，就是几月几号换了什么，几月几号又换了什么，那才会，因为有时候你问护士或者你问外劳，外劳就不知道有换哦，但是他不知道是上个礼拜换还是上个礼拜换，所以这个都是要告知所有身边照顾病人的人。我觉得到一个年纪才会开始去做这些事。对啊，你知道吗？瓜哥也不是每个人都像宝妈这么优秀，不见得，有的人到这个年纪还是一样糊里糊涂。对啦，说这个很重要。不是在讲你啊，没有，他能够做那个家里的自己的病例哈，就是照顾的病例，真不简单。他应该做这里，他应该做这里。我算他算早学到，还是厉害啊！对啊，对啊，真的。而且我一直都奉劝所有的人呢，就是我不晓得，我就是一个很听话的病人，只要医生跟我讲过的话，我一定记住，其他我都不记得。所有人跟我说什么，我都会忘记，但是唯独医生告诉我说，你这个病会将来会怎么样，会怎么样。然后你必须要怎么样，你可能会抽筋，你有可能会怎样，我永远都记在我的脑海里面。然后我就跟我的女儿叮咛说，如果有一天我抽筋的话，你要送我去急诊。你不可以，你不可以说啊，我妈抽筋了，啊，那这抽筋怎么办？
这个就是你必须要用时间去教化你身边的孩子。我觉得令人敬佩，真的很敬佩，因为有太多的人，尤其中老年的人，是老是听别人的、邻居的，邻居说怎样就怎样，那医生讲的他都忘光。对，这个厉害，这个真佩服。对，我们也会怕这种病人，因为有时候我们也是会连一些消委，他什么都听进去。所以以后下一次讲就找你了，这听不进去。宝妈会过滤，宝妈会过滤。好，就术后照顾做半套，并发后遗症，蛮可怕的，产后对。如果我们护理师看到那个这个子宫收缩不是很好，就是出血量比较多，就跟他说，哎，你这个回去病房要一定持续按摩你的子宫，可以治，手给我借我一下，这里硬硬的，看到没有？是有，这就是子宫哈。现在是我帮你按过之后是硬的，如果变软，你就是按摩哈。可是按那个痛，你知道吗？很多人没多久就忘记了，就又出血量变多，又说啊，护理师不是叫你按吗？他说我很痛啊，不按啊，乳房按摩一样啊。跟他说你这个喂母奶的人哈，你的喂奶量不是很够，那你常常要按摩它，就不按了，到时候又肿得一塌糊涂了，这个乳汁这个塞在里面了，然后这时候按更痛，就是一样，像那个手术后叫你贴那个除疤的那个除疤的那个防疤的片或者是凝胶，他说这个很麻烦啊，台湾很热啊，不要弄。他说我们告诉他说这个就是要让你跟衣服不要接触。比较不会摩擦，然后他说啊，可是很热啊，所以就忘了，没多久长出来才说那怎么办？我说、现在救当然比原来不好啊，你原来预防是比较理想的。像我们有一些泌尿道病人的感染哦，泌尿道感染的病人，他们医生都跟你说至少要用药7天，有时候甚至要10天以上。那很多病人吃第一天的药就改善了，第一天改善，他说为什么过年就来啊？就是、好了，我说那你吃了药，那这药没吃了？他说因为吃第一，我说第一天改善。但细菌没有杀光啊，他说为什么过几天又跑来，都这样子。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强调说，生病看医生没有错，可是健康靠自己啦，真的预防疾病跟预防复发要靠自己。我们一般外科，我们在做肠胃道手术的时候，有时候不管是切除了你哪个器官，或是做一些重建哦，你身体的器官就是跟原来不一样，所以你吃东西的习惯就是要有一点改变啊。像我这边有个病人就是这样子，他是一个胃癌的病人哦，不过他还胃癌蛮早期的，所以他看完倒是不用化疗，不过他胃被切掉2/3，那切完之后我们就要从底下拉肠子上来接嘛，那接下来之后其实你的胃就剩下一点点，我们就跟说你这种病人你可能要少量多餐，你可能一餐不能一下吃太多，而且也不能吃太快，因为吃太快的时候你那个，因为你现在已经你的胃跟肠子间已经没有那个括约肌了，你食物一进去就马上到肠子里面去了，那肠子会分泌很多水分跑进去，如果你吃太快你身体会很不舒服，而且有人甚至会脱水，而且有人甚至会低血糖，我们都会跟他讲得很清楚。可是病人你知道吗，刚开始你跟他讲他都会很乖啦，可是隔了几个月之后常常就会忘记，就是觉得好像自己现在生活很不错了，就会通通都忘记。这个病人就这样，看完到之后他恢复的其实都很好，一个礼拜就出院了，回来的门诊几次也都很好，问他吃东西怎么样都很 OK， 都没事。就有一天就半夜就被送到急诊室来，那急诊室的那个医生就 call 我嘛，我就赶快就跑去看，一去看，那时候测量，他血压只有70几，因为他是意识不清嘛，所以他有量血糖，血糖只有60几。那时候大家都以为他败血症了，大家都觉得他以为他发生什么事情了，就抽血白血球也没有高，那还甚至还做了电脑断层，也都没怎样。就隔了一阵子，我们给他补一点血糖啊，给他灌灌水，他十几分钟后自己就醒过来了。现在问题就是，他因为刚才晚上的时候他吃东西吃太多，而且吃得很快。当你那个东西一大堆一下子进到小肠里面，有没有？小肠里面分泌一大堆水分冲进去，一冲进去之后，身体里面马上缺水，马上低血糖。而且他很奇怪，因为那个食物一进去身体里面，一直接到小肠嘛，让他血糖瞬间飙高。可是，一飙高之后，身体会反射，马上分泌大量的胰岛素，所以血糖马上就窜低。所以他就是两个问题，他是水分一大下，通通跑到肚子里面去了。血压马上变低，然后胰岛素大量分泌，马上低血糖。他是因为这两个东西在晕倒的啦。还有另外一个 case 也是一样啊，我们都跟他讲，像我们有时候有些胃癌的病人哦，他因为那个胃癌长的位置的关系，你必须要把整个胃都切掉。切掉的时候，每次拿肠子上去接嘛，我们跟这种病人讲说，你每个月都要回来打一次维他命 B12，为什么？因为你那个人体里面维他命 B12的吸收要靠胃去分泌一个内在因子，跟它结合之后才有办法在小肠里面吸收。所以如果你没有胃的话，你再怎么吃，你怎么补充这种维他命都没有用啊，因为它没办法吸收了，因为你已经没有内在因子了。所以每个月都要来打，那病人是皮皮的，前面打了半年，后来就不来了，他就觉得说啊，我都吃得好好的，我干嘛来？就会隔了因为我们刚才讲说，你3到6个月来追踪嘛，就是每个月至少每个月要来打一次，要来打那个针，然后每到半年我就会帮你排一次那个定期的全身检查。那个病人就是前半年都很乖，每个月来打，后来就直接自己消失半年。后来有一次被他老婆一起带着回来，我就说，怎么半年都没有回来？那个他就说他老公就觉得他没事啊，一直来医院追踪，他说你们医院的挂号费不便宜啊，对不对？他每个月来，他觉得还挺贵，他觉得他吃的超好，他就不要来啊，就不要来。好，我就说好，那这次来，我还是帮他打一针，然后帮他排一些检查嘛。然后他先生一出去的时候，他太太就跑进来问我说，医生，
你觉得我先生最近有没有一点那个，是不是老人痴呆，还是开始失智啊？我说我不知道，我没跟他相处在一起，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说他最近常会忘东忘西，他说是不是开这个刀本来就会这样子啊？嘿，本来就会精神不集中，而且周姐也变得很容易易怒，我怎么看到都觉得好像是在失智症的前兆这样子。我说如果你有这个怀疑的话，你就去看一下神经内科啊。但是我想想不大对，我说哎不对哦，你现在已经半年没打维他命 B 十了，搞不好是维他命 B 十太低，因为维他命 B 十太低了就会这样。就会像老人失智，因为有些人的那个老年人的失智哦，是营养缺乏引起的，维他命 B 十二严重缺乏就会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起来说，他半年没打维他命 B 十二了，我就毛起来，这次给他打个两针，下礼拜又叫他进来又再打了一针，就才不到一个月，他整个状况都恢复了。一样又是一个酒精的，喝酒酗酒的案例哈，他是一个肝硬化，那已经有并发食道静脉曲张。那食道静脉曲张呢，它其实是一个对于肝硬化哦是一个很严重的并发症。好，大家出血之后，其实每一次哈都有2-3%的死亡率。那这一个酒精成瘾的患者，他第一次就这样大吐血啊，我们当然立刻就是做内视镜的食道静脉结扎术，当然就成功。那第一天过去，没有再吐血，好像人的生命征象也都正常。好，第二天，好，第三天他开始肚子饿，肚子饿之后他就跟医师说：“我可以开始吃东西了吗？”啊，医师说：“好，那。”你现在看起来还蛮稳定，我们就开始让你吃东西。那原则上因为我们结扎是用一个像橡皮筋的东西去把这个静脉给绑起来，所以它其实不是很稳固，它还是脆弱。那开始吃东西之后，我们建议他说你一开始要是喝水，不要太刺激的啊，不要太硬的啊，不要太烫的，不然很容易这橡皮筋其实有时候它你就算没有刺激它，它自己也会掉。但如果你自己又在大吃大喝，然后或是剧烈的咳嗽的时候，它就自己掉下来。掉下来好不容易绑住的伤口，本来已经止住的血又在喷血。啊，这病人其实他当天晚上第三天好不容易开始吃东西，啊，护理师跟他说你要做这些，他有做吗？其实他没有，他很高兴说医师说可以吃东西，一样就是听一半，跑去买了一个便当，旁边配一罐啤酒。护理师看到他开始吐血的时候，便当已经没了，啊，酒也剩一半。啊，开始就吐血，就吐到床头、床边、床尾，几乎全部都是血。啊，我到现那一天我 uncle 未尽啊，所以我到现场的时候，赶快想说，我们还有机会再做第二次的内视镜结扎术，看能不能把这病人救起来。可是我到现场的时候，他已经吐血三升，已经几乎完全没有生命征象，我连未尽进去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这病人从开始吐血吐到生命征象结束，其实短短一个小时而已。啊，这么快？会啊，可以啊。对，像我就有一个例子，也是让我深深的自我反省，就是在40几岁的一个辣妈，她也开痔疮手术之后，她有特别叮咛我们说，哎，你可以帮我把外形上面也顾到，修得漂亮一点。那我们当然修得很平整了，我们就说，哎，这地方不能够拉扯哦，所以你术后一定不要特别去提重物，也不要特别在那个十几天之内做那种跨脚深蹲的动作，因为这地方让它长好了才会平整哦，这样。就后来他术后差不多一个礼拜左右，他回来跟我说，他觉得那个术后那伤口地方好像有点长得不是很好。我就看了一下，吓一跳，想说，哎，我们特别修整的地方竟然裂开来嘞。那我想了很久，想说，哎，这裂开来看起来就是外力有大力拉扯。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提重物啊？他说没有，我没有提重物。那你有做深蹲的动作吗？没有，我没有做深蹲的动作。然后就想了很久，然后我突然就神来一笔，想说，那你有坐骑脚踏车或骑机车或骑飞轮这样的动作嘛，他就说啊，就很不好意思说，他大概3-5天前跟他的一群姐妹去骑重机尬骑，然后你就想说，哇，这个提重物跟跨脚跟就猛然用力，就全部所有的事情他都做足了。可是因为你没有提到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觉得他没有。所以从此之后，我们卫教单张上面就写说，不要提重物，然后不要跨脚，不要起重机。那每个病人都说，为什么要不要起重机？就是因为发生过这个例子。因为我在内地拍戏，结果吊钢丝的时候是这样重摔下来，所以跟骨骨折。可是医生说我断得非常好。是因为医生会说断得非常漂亮，断的不是粉碎性。他说这样下来，通常你可能膝盖的缓冲不够什么的，会粉碎性的。他说我断得很完整，就是这样，而且只是膝盖的骨头也有骨裂。可是那时候好像前几天不到一个礼拜之前，我才崴了脚，所以我有在吃通气血的药，医生开的，所以就整个好像有吃通气血，不能马上开刀。所以我脚就肿的那个礼拜就越来越肿越来越肿，因为气血的药一直都在进行中。后来所以我回到台湾来才去挂急诊开刀。可是我想说要开刀就是
会饿肚子饿很久，所以我弟弟陪我去的。我弟就说：“姐，我们先吃饱再去医院。”我说：“好啊。”就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就大骂说：“你现在已经很严重了，可是现在要等消化完，所以要在急诊待到隔天早上才能开刀。”开刀我弟弟也很好，因为晚上他陪我在医院待了，后来可是早上他帮我签了家属的那个单子之后，我就送进去开刀，他就去上班了。所以我从恢复室醒来的时候，护士小姐是看我醒来，她说：“哎，那你的家属呢？”我说：“哎，我打电话问一下，我弟弟在上班。”所以变成我没有乖乖的回医师的门诊，因为我在急诊室开的刀，其实我不太清楚是哪一位医师。没有让你住院吗？住院了，应该会住院吧。他有要住院，后来因为我有朋友，就是后来把我接回去家，他说反正都是躺着，就没有住了。所以你就是开完刀就直接，因为我断得很好，没有断，对，断得很好，都已经断了，还断得很好，他有固定起来了，就是石膏都已经上了，所以也是躺在医院用药而已。所以，对，我其实有点搞不太清楚，医生我在急诊室，知道麻醉上得很好。对，睡得很饱。那你那个干嘛？我这个就是因为我后来想说，我又去找了另外，因为石膏拆了之后我不敢走，所以有他医生推荐到复健科去做复健。我一个月很乖的，一个月都有每天就是做复健，对，做复健。可是那真的太痛苦了，就是每天都在飙泪，跟脚就是要学习新的走路姿势。可是一个月以后会走了就不理医生了，所以我就还是要回急诊了，真的。有啊，痛的时候就回去啦。回去的时候你要回骨科门诊，骨头发现它就是已经长得不正确，好像是我走姿不良跟怕痛的有些角度都不敢动了，所以我变得走路很奇怪。加上我那时候不痛了之后，我就想说要赚钱，所以我还来录影。就是我经纪人对我很好，他去家里接我，因为我还撑拐杖。后来撑到摄影棚的时候，他让我坐好之后就套上高跟鞋，就这样子，就好像没事一样，就可以继续工作。可是好像高跟鞋也是让他也不正确，姿势不正确的姿势，应该穿那种不正确。后来鞋子的，我只好痛的时候，痛到早上一醒来是没有办法下床的痛。后来是整个不知道为什么哪一条筋抽筋，后来是躺半个小时，筋都还是很紧很紧那样子，我才回去找复健科医师。他说你完蛋了，就是要乖乖来复健，只要没事就是要穿这个助行器，就让你骨头在正确的位置上面，不要乱动。可是这助行器，我跟我老公有一双情侣鞋哦。对啊，老公棒哦，你们两个都一样。我蹬右脚，他蹬左脚啊。所以难怪是夫妻。我这边要听完之后，我是想问我之后还有没有救了？因为有还有吗？但是我好奇的是，因为我真的都没有去复健。那我刚刚有说到，我大概一年多前的时候又扭了一次，所以我才去找了那种物理治疗师。那去物理治疗师，他帮我稍微问一下我状况，看看我姿势，然后帮我推的时候，他就说你是不是都没有复健过？我说哎，对啊，就以前一好我就开始运动，然后也出外景，所以都没有去管他。结果他说我现在里面粘连的非常非常严重，所以那个时候他在帮我推开的时候，那个痛是我躺在上就是咬着毛巾这样嘶吼，所以对，非常非常痛。但是推完就好，当下就可以。譬如说我前一天可能扭到的时候我还要拄拐杖，但推完隔天我可以正常的上楼梯自己出力。对，但是它不是一直下去。那我就不知道这个以后我到底该怎么办？是要一直延持续去？现在有那个运动医学的骨科啊，运动专科，它可以帮你照核磁共振，看里面那韧带是可以修补的啦。其实它推完还是会肿，还是会肿。你过，你等于是说当下受伤跟重建完之后，有一段所谓复健的黄金期，你要把握那个黄金期，而且要到能够运动，通常是平均九个月以上。所以不能太早运动，因为它毕竟还没有长成跟自己相关的东西，还是要小心。所以我要先检查里面有没有骨钉，然后再去看看，再去看看真人状况。就是讲了那么多嘛，每种疾病都有不同的治疗方法，但千万不要有认为看完医生就没有事。对，不要把自己当成医生。真的。对，要定期追踪，然后要听医师的话，术后也不要疏于照顾啊，以免让疾病再度恶化，这个苦的还是自己的。是，好吧，希望大家好好照顾自己，谢谢。国民健康局提倡每日五蔬果，但根据2017年的调查显示，有93%的人未达标。蔬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若摄取不足，是慢性病的主因之一。研究统计，200万人一天摄取800克的蔬果，可以让过早死的人数下降31%，脑中风率下降33%，心血管疾病下降28%，癌症率下降13%。每人每天8份蔬果，每年全球过早死的人数可以下降780万人。所以天天五蔬果，好处多多。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你是否还常常赖在床上，或是屁股黏在椅子上呢？快点起来运动运动吧！根据现在的环境来讲，癌症的发生率越来越高，大家都经常拼命的去找保养品来预防癌症的发生，但是却忘记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多运动。根据研究显示，多运动可以预防肝癌和食道癌的发生率，对女生而言更可以降低10%的乳癌发生率。所以各位观众，赶快去运动吧！不管你是慢跑、游泳，或是骑脚踏车，记得让自己的心跳维持在100以上，多流点汗，对你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哦。